嗨，我们在星光影城，今天是开幕第一天。开幕第一天，对，待会要去看《失速列车》。今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我超想要的哦。对，然后在这个零食吧，因为零食吧这边很多东西，就是那边是可以99块让你装到满这样子，然后出去还可以再装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天看到这个东西，你看不能去迪士尼，可是我想要这个，结果我买了套票，就是我们买的是那个 O 型天王椅的那个坐着看的套票，600块。结果他也是有附饮料点心，可是竟然没有这个，他说这种是另外的专案，而且我想要买都不行，单买也没办法，一定要套票才能买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坐那个 box 厅 ，Ocean 厅，就是做那个按摩天王。对，然后今天优惠是大概600块吧，然后还有含餐点，我刚刚就点餐了，就是餐点看起来厉害，有一些三明治可以选。如果是那个躺着看的那个蜥蜴力的那个厅的话，好像是1000多块吧？哦，一样都800。1000多，真的哦，1000多，那感觉应该订洗衣力比较划算。可是躺着在家躺着就好了，我怕睡着了。现在准备要进场，对，然后第一次做按摩，对，这是辛苦的第一个电影院影城，对，所以我们很期待，蛮不错。身为辛苦人要来捧场一下。对，然后其实外面呢，就是我最期待的奥莱，然后还有 IKEA， 我最期待的还有水族馆，就在下面。一定里面比较暗一点。先帮你做开机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有1分钟的操作教学。哦，好。那我们会建议呢，先帮我们按到舒适的位置，然后有一个舒适按钮。那我们餐点呢，我们会陆续帮你送上。那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再按服务铃。嗯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很爽哎、欸啊，第一次做按摩椅，你看它这边刚有毛毯已经被我拿起来，然后还有拖鞋，因为你按摩不可能穿着鞋子嘛，一定要拖鞋按摩这样。然后苹果汁 tree top， 然后他说饮料好像就是无限喝，哎，他刚刚说饮料都是无限喝的，他有服务铃，你可能喝完你就可以请他付。我连看的灾难片都哭成这样，没办法，我对那个亲情议题没有抵抗。对对对，因为有小孩子啊，哦，自己妈妈以后，哦，没办法，我一开始我就大哭。可是重点就是啊，坐按摩椅看电影真的很爽，对，然后他就会送餐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服务人员都很厉害，都要偷偷摸摸的都要半蹲这样子，对对对，送每一桌的餐这样子。按摩椅还不错，可是有时候太斜了啦，对，我就要把它调整一点，几乎是躺着看，我是画第二排，我觉得 C 你们选 C 这个位置超棒，我怕会太近，可是其实很刚好，对，所以说第二排跟第三排可能是最好的位置，我觉得啦，第一排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近，最后一排的话我觉得太后面了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美食街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这样子，来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担心说吃不到午餐，因为怕人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美食街可能人也是很多，对啊，因为第一天开幕了，所以有很多优惠啊，应该蛮多人。
街都是满的，对啊。桃园很少有这种盛况。对，因为第一天啦，对啊，大家都要来尝鲜嘛，我们也是。对，然后很多店都在排队，夸张。